因為是真人真事，而且咧係一個人在光環當中跌落嚟嘅時候咧，再一次奮鬥，靠著上帝嘅恩典咧成功嘅例子。咁我諗喺今日嘅社會裏面咧，有相當多人有類似嘅經歷。我相信咧睇呢部片咧，對佢自己喺低沉當中嘅生命咧，有好大嘅鼓勵作用啦。所以我鼓勵教會咧。包場啦，或者是公司啊、團體包場。若果你想包場觀賞上帝的男高音，你可以去到呢個網站瀏覽包場資料，下載包場表格之後，你可以郵寄到影音視團總辦事處，或者傳真到23092739，你亦都可以致電22096280查詢。